今天是祖国70周年华诞日，天安门广场举行了大阅兵仪式，为祖国庆生。TFBOYS 组合成员王源今年9月份远赴美国伯克利音乐学院留学，在祖国生日这一天，王源熬夜观看大阅兵直播，还晒出了国旗照表白祖国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